他们要透过队形变换和流畅的操枪动作，表现出女性刚柔并济的一面。北一女乐仪旗队多次荣获我国高中职组室外行进管乐比赛第一名，也到过许多国家进行演出。没错，他们也受邀参加过国庆大典、元旦升旗典礼、外宾参访以及其他的重大演出。行曲之王约翰·菲利普·苏萨 Manhattan Beach 轻快活泼的曲调，趁着沉稳的鼓声，用以展现高难度的抛枪、转枪和双人枪法。没有错，北一女中搭配曲目特别为国庆设计出全新队形，用各式转法和步伐穿插交织出美丽图案，同时展现了队员们彼此间的信任感。悬枪踏地，要展现队员之间的绝佳默契。首曲目 Stronger 是美国歌手凯莉·克莱森的畅销曲，歌词中引用尼采的名句，不能杀死我的使我更坚强，表现出从困境中坚强走出，不畏艰难的正向信念。没有错，搭配不断变化的队形与团队默契的枪法，要凸显不被艰险困境打败的精神。
曲目《黑酒》，来表现勿忘初心、明知所向的意念。《Hey Jude》是一首鼓励人们走出难关的曲子，曲风朴实、自然而真挚。希望在这艰难的时刻，鼓励国人回归初心，宣扬爱与和平。谢谢北一女中乐仪旗队的表演。